明天我们就要回西安了，今天把行李收拾一下，省得明天丢三落四的。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，我们回来老家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。这是盖房子嘛，才有这个机会嘛。咱回来这么久啊，这下子突然要出去了，你爷爷奶奶又开始不适应了。两个老人家开始茶不思饭不想了，已经。然后你看你奶奶又开始，她跟孩子似的爱热闹。我错不完过就多爱了哈，你没休息吗？阿娘、啊嗯，因为搞了份营养不亏哦，我绝对要多爱。伊都生得急了，你想说伊一日一日就生出来啦？我说你们回西安是不是也得安排啦？安排什么？安排什么？你不要给我装傻。哦，这都开始说暗语了，不稍微动点脑都不想不明白是说什么。果然催生二胎婆婆都不敢明说。嗯，只能暗说。所以说啊，婆婆说话也是一门技术活呀，说得好儿媳听得开心，说得不好完了婆媳战争就开始了。是啊，你以为婆婆好当啊？趁我们都还年轻，还能帮你们多带带。好意思啊，好意思。你也催啊？那你想要弟弟啊妹妹啊？妹妹。啊？啊？啊？确定了啊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也没听你们说。差不多啦，我们有打算。现在甜甜也大了，基本上都不用。而且生孩子得趁年轻才能恢复得快。眼看你们马上30了，到时候身体能吃得消吗？那说不定早啊。所以我还在犹豫。不要再犹豫。他在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跟他急。不能开玩笑啦。越急哦，进了他的激将法。你没看我闲着吗？我等着呢。我感觉我生完甜甜那段时间恢复的就很慢，一直出虚汗，床单被单全湿了，而且动不动了，有时打个喷嚏、咳嗽还尿尿。反正你的体质都不是很好。你看像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一点，可是我恢复特别好，我一直还没怎么做。我是盆底肌松了都不敢跑跳，要在外面我都有点担心哦，怕丢人是不是？哦，那你得不用，我自己早在家里用那个机器做盆底肌修特了。二胎你们要好好准备，看要不要去做个检查。不用了吧，我感觉我现在控制力好很多了。我觉得不用吧，他平时都保养着，又不是一胎。做一下还是好。行，老妈说什么都对，我待会回家我就去做啊。那我做好了要帮忙。不用不用，你去忙你的。那我就去把这些盆底肌修复做一下。好。晚上就我跟你爸来做。今天我们晚上还吃火锅，这是之前没吃完的肉，今天晚上全部给他炫耀。不是说好吃火锅吗？人太少了，涮火锅太麻烦了。你出去吃饭了？哦，好。老妈，你信我不？信你啊。那你这二胎不用操心的。你除了结婚不让我操心，你哪一件事不让我操心？这几年没让你操心啊。我跟你爸都等了一年，还是没让我操心。我们那不叫你等一年啊、哦，我们那是在准备了一年。那你意思是我太急啦？嗯。那甜甜是长大了吗？我没有长大，只是走长。我才3岁，我们要上二年了。没上幼儿园就没长大，说的也对着呢啊！等上幼儿园才叫长大啊！进入学校那一家就蹭蹭蹭的长得可快啊！我们就是考虑这个家伙还没上幼儿园，带他真的太累了。那幼儿园我可以来送啊？不是说是谁送不谁送的问题，那你们送也得要耗精力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这个弟弟可以吗？那你不能欺负他啊！我就欺负他了，你欺负他。这个弟弟是给你玩的吗？不能，那是给奶奶玩的。那我的弟弟不行。哦，那是我的高档玩具嘛，我的大宝贝嘛。那是我的小宝贝。哦，那是，那不能欺负他哈。不能欺负他。